宝子，然后你看一下半木桩，所罗门红蜻蜓虞美人就是一个品种是吧？对的，就是一个产，就它就本来就是同一个品种哈。什么虞美人啊、红蜻蜓呀、水晶球啊，都是一个品种，都是一个品种。感觉虞美人和车厘子一个样，对，跟车厘子还有那金鱼姬都是也是一个品种哈，也是一个品种。看你们想买什么名字嘛，看你们想买什么名字哈。这几个它本来就是一个品种哈，它本来就是一个品种。欢迎来到直播间哈，朋友们，大家没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哈。你俩别说话。那我能怎么办？我又不能反驳，是不是？我又不能反驳。顾客就是上帝啊！哎呀，其实我这个才这个也蛮好看的呢，这个蛮好看的。多肉这个东西哈，多肉这个东西怎么讲呢？它本身就是一个爱好哈。一物一拍，所见即所得，你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，收到的就是什么样子的。你挑到的是哪一颗，你截图你收到的就是哪一颗。我们不是亮掰直播间哈，因为我摆在地上是因为我那天刚那个拖出来换土，我还没种的。这个是268，这个是268。哇，这个下面其实还有好多小崽哦，这个他们之前寄养的好好看了哟。这个是我给他泡了好几天，这个没有名字，这个是一个水晶球的一个杂交，这个是水晶球的一个杂，水晶球的一个杂，然后这个是268哈，268红蜻蜓的群是吧？跟红蜻蜓长得又不一样啊，这个可以拿过去给你对比一下啊。来吧，这个是红蜻蜓哈，宝子，来，您对比一下，有崽，那看到吗？这个你们没有搜的可以搜，这个可漂亮了，真的。哎呀，能不能看到崽？这个真的可漂亮了，这个没有几颗了，这个真的是有几颗就出掉了。哇塞，这颗我喜欢。你看这个桩子。哇，这个我喜欢，这个我喜欢，自己留吧，留吧，留吧。哇，好漂亮。桩子太牛了，给你看。嗯。全是大粗腿。对。放这儿吧，放这儿给我看一下。我刚又差不多上到100人了。哇塞，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我的最爱，我的最爱。这颗太牛了，你来了是不是？欢迎欢迎，你这会儿不忙吗？你们室内可以养哈，室内可以养的宝子，但是要保证它一个通风哈。这个是这个品种里面没有的，真的可以搜，超级好看。现在那个寄养区的那些都开始上色了，这个寄养区的都开始上色了。这个大的我没有几颗了。这颗刚拿回来的，哇塞，这颗桩子绝了，看这颗换个盆的话帅呆了。这颗是真好看呀，真的是我喜欢的。粉色的有吗？哦，粉色有很多肉的话，它中间那个啥都会出粉色哈。这个不是甲骨文哈，这个不是甲骨文，也不是乌拉克拉，这个是虫楼啊，这个是虫楼，羽毛纹的，那、羽毛纹的。你这颗是多少的？你刚拿过来这颗是多少的？哇，这颗真好看。对，虫楼。看这个桩子，你们能看到这个桩子不？这颗真的太帅了，拿过来，放这边吧。绿色的我也喜欢，给你们炸一个吧。
虞姬，虞姬我卖完了呀，虞姬我卖完了。虞姬是虞美人的杂，就是它的颜色出来跟虞美人的颜色是那种紫红色的，然后它的叶片比较小一些哈，叶片比较小。来这颗580，这个580，680的我直接给你们580哈，这个680的这颗给你们580。哇塞，这颗可以冲啊朋友们，这颗可以冲，对，冲都很好看，冲都很好看。给你们看一眼寄养的这个有点颜色的，那这颗是有一点点颜色的，看到吗？好不好看？这个只是出一点点的颜色哈，我那边那个棚的那些虫螺的话颜色可好看了。陨石坠没有，陨石坠出完了，这颗是之前寄养的，去年收的寄养的，你们可以收这一颗呀，这颗580，这么帅的一颗，还有一颗小的，还有个好像150的吧。那这颗580可以闭眼入，真的。手控的宝子帮我点点赞啊，点到8000，然后给你们发一个那个啥哈，给你们放颗肉啊。天哪，你们快搜呀，这颗580，你们可以截图去对比，找这个品种，这种品相的这个价格你们能不能搜得着。羽毛纹的，而且这一颗的装置你们可以看一下牛不牛，看到没有，这个装置580给你是吧 ？OK， 好的。发货还是寄养？大 C 发货还是寄养？这颗冠斧的话有25公分啊，680的直接给你们580哈，寄养是吧？好的。寄养的话，我们是免费寄养，然后包一个月哈。什么时候发货的话，你可以告诉我。给你备注一下，虫楼寄养，今天是5月多，今天多少号呀？今天，12。哦，今天母亲节嘛，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一下？512，好的。来截图，秋天发，好 ，OK。帮我写个牌儿。哇，100多个人喽！对，这个叫虫楼，还有一颗小的羽毛纹的虫楼的话，它也是分基因的。你们搜的话，你们要看一下，要搜的话，羽毛纹的它后期出来以后比较好看一点。帮我写个牌子，谁的？大 C 寄养。这个不是红蜻蜓宝子，这个是水晶球的一个 SP。你把那颗小的那颗拿过来一下。小的那个也是羽毛纹的，静雅姐就一颗了，小的那个。刚刚是不是有朋友想看这个的？顶流直播间了是不是？哎呦，瓜总，静雅姐，你可以呢，你可以收这个。看到吗？你可以搜这个，这个只有一颗了哈，小的这个，是不是他们叫魔法球？那魔法球不是在我直播间取的名字吗？好的，静雅姐，我给你上哈。你这是发货吗，姐姐？重楼。这种刚刚100多个人的鲜艳包可以发哈，这个没有了，这个出完了，没有了。哦，还有中号的，还有中号的，其实这个你们可以搜，这个268，就那天我卖这个，然后他们在我直播间取的，说是魔法球。你看一下，感谢关注，谢谢。这个下面还有崽呢，问一下价格都不行，没有说不行呀，宝子，没有说不行呀。
前面这个头好看呀，这几个头都好看。喏，这个没有几颗了，还有一颗。喏，这儿还有一个。那个尺寸多大？那颗的话，在一个14公分，姐姐。14。不止。我找不到尺子，你找一下尺子给我。小一点的有吗？你说的是哪一个小一点的？重楼吗？重楼小的好像没有了，还有几颗大的。这个268哈，268。268，新进直播间的宝子可以帮我点个关注哈，谢谢。268，这个你们真的可以闭眼搜，这个等一下带你们去看寄养区的，他们现在那些很好看。这个不是红蜻蜓，这个是水晶球的一个杂。没有杂。寄养区的那些很好看，这个冠幅多大？这个冠幅20公分打底啊，你再找找，这个20打底。这个我之前卖的很好的，因为这个是后面我就只有这么几颗了，寄养区的那些都很好看，水晶球小的有哈，水晶球小的有。哎呦，倪大炮，哼，倪大炮，你这13级的灯牌，你咋改名字我都认识你呀、啊，咋整？我家就你一个13级的灯牌。感谢关注哈，谢谢。这个冠幅有20公分，哎，这个算了，不给你们看寄养的那个了，看寄养的那个我怕这两颗你们不够抢的，我就说你们怎么全改了，水晶球的 SP 14.5，这个14.5，这颗14.5哈，这个是水晶球的一个杂。水晶球的一个杂，268，就这两个，就这两个，100多人了，可不吗？大直播间开玩笑。前些天你是不是这个好像你买过了，静雅姐，就那个双头的啊，还得那天吵个架，一下子吵到100多个人，160多个人，是不是？这个你们相信我的话可以搜，很好看哈，寄养区有几颗。啊！但是我不过去给你们看了啊，不过去给你们看了。那个你应该收到货了，金雅姐，怎么样？这个帅不帅？实物帅不帅？这个。哦，我还有一颗这个好看的，哇，这颗帅，来，这颗是268，这两个它又不是一个，又不是同一个品种哈，喏，这颗。看到吗？这颗可可要一个是吧？好的，你要哪一颗？1号还是2号？这个是1号，这个是2号，两颗价格是一样的。1号是吧？好的，发货还是寄养？宝子，大的那颗稍微等我一下下啊。来，321，截图，宝子，一物一拍，所见即所得。你们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，收到的就是什么样子的哈。这个的话目前没有名字哈，目前没有名字，但是它养出来很好看，等一下我带你们去看寄养区的寄养，是不是？好的，你备注一下寄养。是的，可可，备注一下寄养。两颗都可以啊，那颗的话就这颗它都是三个头，都是一样的型儿，就这颗的话就是它下面的这个长叶片，然后这颗的话控的好一点。寄养的话，你随便拿哪颗都可以的。268，佩佩，268。哦，这个才是虞美人儿，这个268的就只有最后一颗了哈，没有了。然后这颗的话是680的，这颗是680的，680的。重楼你们还有没有想要的？重楼还有大的，重楼有大的，还有中号的。这颗不是虞美人哈，这个不是虞美人啊！哇哦，人气好高，是不是？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其实这颗可以收，这颗680，这颗装置还比较好呢、这颗装置比较好，看到吗？这个只有一颗，这个冠幅的话也有个26公分哈。刚没看到哪个好看，就我给你插牌的那颗可可。就我给你插牌的这颗，啊，
相信我吧，寄养的话你到时候发回去的话，你就他们之前寄养的那些现在长得可好看了。这个268还有一颗，你们喜欢可以收哈，你们喜欢可以，这个拖出来装子全是老装，没有名字，有名字我会给你们报名字的。哎呀，火哥你为啥没改名儿？你们不是都改名了吗？虞美人的话价格不一样哈，虞美人的话价格不一样。虞美人的话看大小，其实这颗虞美人比较推荐哈，真的，你们自己细看哈。我们家是一物一拍的啊，一物一拍的，你们看到是啥样的，收到就是啥样的。马上点赞到8000了哈，点赞到8000的话，给你们放一颗在口袋里面啊。这颗是680的，这颗是680的，头特别的多，头特别的多。你们喜欢虞美人的，等一下给你们挑虞美人吧。从头还有没有喜欢的？啊，这个268真的闭眼搜吧，相信我，可好看了。然后这颗是680的，感谢关注，谢谢。来，再给你们上几颗，这个就只有这几颗了啊。伊卡鲁斯木质化的装置的，这些都是养了3年，还剩6颗。这个，这个还有6颗，这个还有6颗。哇，这个也是好漂亮呀。哇，你们点赞速度好快呀，你们点赞的速度真快。然后还有这个也好看，这个叫彩色美人，看这个叫彩色美人，它的这个暗纹，然后这个装置看到吗？这几个给你们炸了吧。那268的给你们220，这个220。哎呀，梦牛钱，好久不见，没改名字的话应该是老朋友哈。这个是叫伊卡鲁斯，这个叫伊卡鲁斯，不是千代田，跟千代田长得完全不一样哈，跟千代田长得完全不一样。哎，是不是莎莎姐？你是不是也改名字了？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个关注嘛，朋友。现在人太多了，得滑，一直滑，一直滑。这个可好看了，那给你们看一下他们之前寄养的。这个是黄体的，然后这个是直体的，看到吗？好看不？好不好看？流行改名是吧？对呀。看，一物一拍，你们扣了价格我再给你们上，你们扣了价格我再给你们上，因为我们不是量拍直播间。我这个人我是不是可以去干量拍去了？颜值有吗？有一大片。虞美人看看，来吧宝子，来波姐，这颗比较推荐哈，你看一下它的这个暗纹，看一下它的这个暗纹。然后这颗真的很有潜力，头特别的多，这个头特别的多，你看下，再给你看一下这个装置哈。小的有，小的也有哈。这颗冠幅有20公分了，那给你那颗是680，只给你一个手捧的，要不那给你一颗手捧的。你家真贵，可不吗？贵的吓人。这颗是一个手捧的，很有潜力的一个。波姐你看一下这颗怎么样，单头小的。来给你们，现在81个人，给你们漏一个，给你们漏一个，这个手捧的给你们，是的，这个手捧的给你们个单头的价格，你们要不？来拼手速，这一颗拼手速，手捧的，我12345678，不数头了，越数越难受啊！不数头了哈，越数越难受啊！这一颗，来280，这个280，喜欢的扣价格，这一颗，天哪，太帅了这个！这颗280你们都不要吗？我的天，十个头呀，
十个头。对，280这一颗。哇塞！天哪，这颗这么帅，头这么多。你要单头小的吗？我跟你说，单头也是这个价格，你还不如收这个。这个我给你们漏的，这个我给你们漏了一个280，这么多头。是的，虞美人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个头，十个头。你家是金子做的 ？No， 格局打开，宝子。对呀，懂的都懂嘛，是不是？懂的都懂嘛，这个十个头280，我的天，还金子做的，我家是贴钻的，金子有这么值钱吗？真的是啥也不懂。哎，我上100个人就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笑不起了。再大的格局也没有280是吧？可不吗？这280都能买我半条命呢。是吧，都能买我半条命呢。他已经买过了，我们家老粉带你去看寄养区，每人这种起码都是3颗5颗打底啊，知道吗？有那么贵的多肉吗？哎，宝子呀，多出来见见世面吧，真的，免得你说出来吧别人笑你呀，有多头都是几千，懂得自然懂啊，不懂得没用啊。快点，果果要开始了，过来吧。没，我一点都不生气，真的，这有啥可气的？别人没见识不代表我没见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家那些好多上万的肉我都不敢剥呀。我们家有啊，上万的，我们家有啊，也卖过好多上万的呀。我们那大母本不都上万的吗？是不是？真的是一点见识都没有，造孽呀。哎呦，大白猫他在那边，我要是没买就买给你们看。对呀，这个我们真的，我们家老粉都是寄养区人手好多了，都是人手多少了。你看我那边一片都是一个人买的，都是一个人买的，那一片都是大几百一颗的，两个头的，刚给他换了土，还没浮盆儿。人家有觉得贵的权利，你有购买的权利，为啥要互怼呢？我没怼呀，那咋的？他怼我，我还不能说话了呀。这个不是怼不怼的问题，知道吧？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，多肉它本身就是一个爱好而已，你觉得就是在你能承受的能力范围内，咱们在保证自己生活那个啥的那个以后，就是咱们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，然后呢有自己的爱好，你觉得你盘得动你就盘，你觉得盘不动，哎，你觉得这个直播间有意思你就看一看，是不是？你如果觉得看都没法看，那你直接出门右转就行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为啥要说呢？是吧？你说出来那还不能怼吗？对吧？对，每个人消费观念不同嘛，是不是？那你觉得能盘得动咱们就盘，盘不动咱就不盘，本来就是个爱好嘛，对不对？有必要吗？你觉得看着，哎，他家肉看着还挺舒服的，是不是？你喜欢你就买，不喜欢就不买，我又不是强买强卖。说贵了怎么了？没怎么呀，没怎么，不是肉贵，知道吧？哎，当然不要理他。哎呦，帮你的错就行。对。你看你这个网名吧，你自己也是做生意的哈，就咱们觉得合适就收，不合适就不收哈，没必要啊，没必要。来吧来吧，再给你们看看其他。哇，其实我觉得这颗好看，真的，这颗你们都没有发现它的潜力吗？这颗，哎，我们昨天有几个新货，但是还没拿过来。哦，对哦，那几个还没拿过来吗？嗯，我们家啥样的啥价格的都有哈，你看
就那颗一万多，我卖给你们不被你们骂吗？就那个一万多收回来的母本，这个东西你觉得你喜欢，你觉得它值它就值哈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送你你还觉得占地方，对不对？哇，这里还有一颗重楼，再给你们看一下，你妈是不是？我不管，你们干吧。哇塞，这颗重楼好看，这颗重楼好看。我现在直播间只要一上人，然后就开始那啥了哈。哎呀，我师傅来了，我师傅。下午好，哥，你在干哈？不占位置是不是？居然卖给你，不是送给你是吗？我的脸就已经够大的了，你脸比我还大，真的是。谢谢我哥，这个是680的黑马，这颗是680的，空白，这颗680的，这颗是一颗醉话哈，这个是一个朵朵醉。新手才不敢入是不是？我刚刚报的那个价格真的很服你了，宝子。没关系嘛，你可以先看看嘛，盘不盘没有关系哈。你喜欢美人系的，你可以先蹲一蹲看一看，不着急下单哈，没有关系的。这个是重楼哈，这个是重楼，格局打开就好了。哇，我格局怎么说呢？有时候放得很开，有时候我又没有格局，我的格局是随机的。看。美人系的话相对于比其他的品种我觉得还是要好养一些哈，还是要好养一些。你看重楼很好养知道吧，要什么样的泥才配得上这个。你说这话没有土你给我说一声，我发货给你送点就行了哈。多肉的话它都喜阳哈，多肉的话它都喜阳，对，美人系的话比其他的品种要好一点。多肉的话它喜阳不喜水哈，浇水的话你不要时不时的就给它浇水，然后你要怎么浇呢，就比如说像你刚种的那些哈，你刚种的那些你就隔个三天左右你溜边给它一点点水，那诱导它长根嘛，就是它发新根去找那个水源哈。这个是叫重楼，然后它根系长满了以后你拔不动了以后你就可以给大水了，给一次大水的话叶片变软以后再给大水，这样子的肉肉的话养出来的话它就会比较肥比较胖哈，知道吗？这个是重楼，这个品种真的很漂亮哈，养出来这个是一个朵醉的。这种大的重楼的话呢还有几颗，然后如果说你们想要中号的话这里也有，这个是中号的，然后小的话呢卖完了哈，小的卖完了。这个是680的，这个冠幅也有个20多公分，因为它这一颗的话这一排是一个醉话。然后的话这个的话它是羽毛纹的，给你们看一下哈，那羽毛纹的。就新粉宝子的话，大家如果说不敢下单的话可以先蹲几天哈，先蹲几天你可以先看一看哈，各个直播间逛一逛先了解一下，不着急买哈，不着急买。哇哦，看这个品种是真的很推荐。我觉得重楼的话，重楼我没有养死过，比其他的那些的话相对来说又要好养很多哈。然后还有这个也是很好养的一个品种，这个叫伊卡努斯。其实虞美人的话也是比较好养的，美人系的话都比其他的品种要好养一点。哎呀，点赞到了嘛，来给你们给你们发个口袋吧。这个里面有颗肉哈，你随单发啊，随单发。价格这颗是680的宝子，这颗是680的。然后你们如果说是对8000，如果说是你们想要寄养的话，想要养大的话呢可以给你们养大，想要控色的话呢可以给你们控色哈。欢迎我花姐，这颗是680的哈，这个是680。哎，小的还有没有啊？重楼还有一个小的哈。生长期是什么时候？一般的话是就是这个季节了啊，就是这个季节，年后两三个月啊，年后两三个月。哇，这颗重楼也好帅，看这颗，哇，赚了赚了！之前这个是个单头，这个也是个单头，现在这个也分了，这个也分了。
你看现在本来是三个头的变成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变成七个头了。这个给你们看看桩子牛不牛，这个腿儿很老的一个老桩了哈。这个你是三图谢谢波姐加入粉丝团哈，感谢感谢。这个是叫重楼，这个是叫重楼哈，重楼。这颗应该是我这里目前老的一颗了，刚刚有一颗老的已经出掉了，还是重楼好看是吧？对呀，我比较喜欢的。这个盆也好看是吗？这颗398的，这颗是398，对，重楼跟陨石好像。嗯 no 一点都不像，真的一点都不像。这个我觉得它还会分头，哎，这个我觉得它还会分头，看啊，对对对，看到了我看到我以为是它，我看到我以为是花姐。这颗是398哈，这颗是真可以。来，这里还有一颗这个，嗯，昨天的那个新货他在吗？是象牙吗？不是象牙，8000代。这个是，这个是伊卡鲁斯，这个是伊卡鲁斯。你是替身，这个是伊卡鲁斯。你看这个叶片，伊卡鲁斯不是乌拉克拉，跟乌拉克拉新疆发货吗？新疆发，但是不包邮哈，宝子。新疆发，但是不包邮，满500的话邮费一人一半。谢谢关注啊，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嘛，可以点点关注啊，盘不盘没关系哈，可以点点关注。哇哦，我这个现在也长得这么好了。现在知道了是不是？因为有好多它跟这个长得有点差不多哈。来，大气一点，送这个这儿啊，10个斗币，这里这颗有单的随单随单发哈，随单发啊，大气一点，这那就剩两颗了，就剩两颗喽。是的，他昨天生的，昨天搞笑的很。我们去医院看他，我们几个人把他那个床全部围满了，然后在那儿待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医生进来在那儿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他说你们八个走，然后他说刚刚手术完，他说抵抗力差，你们来一堆的人，然后我们赶紧走了，笑死了，然后我们就走了。新疆发货不包邮哈，宝子，新疆发货不包邮。有没有9.9块的？没有，没有，看起来跟千代田一样是吧？你可以买一颗这个，买一个千代田回去对比啊。一样的话，这个我送你了。如果说一样的话，我送你了。你说它像乌拉吧？我觉得还那个啥哈。哎，这一颗是多少的？你刚给我的这颗，嗯，你报价呀？来，这颗298，可以收哈。投这么多的298，对，不一样。这个是伊卡努斯，是的，宝子。这颗298可以哦，这么多投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个，你们寄养的收这颗很划算，寄养的收这颗很划算哈。哎呦，11个12个头，哎，反正头挺多的，这颗298。那这个叶片你看嘛，你们可以，那你们可以下叶片，你看这叶片掉下来都长崽了，这个叶片掉下来都长崽崽喽。新朋友，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哈，可以点点关注啊。然后你们有什么想看的话呢，可以点单哈，盘不盘没有关系哈。我开播的时候，大家有时间的话呢，都可以进来吹吹牛聊聊天。对，这颗已经算是很多头的了，298。
对呀，二九八嘛，两天没播了，今天又是母亲节嘛，给大家露一露嘛，对不对？今天是母亲节，虞美人有没有几十的？嗯，几十的有小苗儿，几十的有小苗儿。我跟你说，波姐，你要信我的话，你就拿这一颗280块钱，真找不着这种十个头的虞美人，280，一个单头下面一个手捧了，这个已经是。那我都给不到这颗这个价格呀，真的。你可以问一下他们嘛，几十的是小苗儿，热了的话你可以先寄养，你到时候秋天再发。今天人气好高，现在都已经掉了好几十个人喽。真的，你们可以收这一颗，你们可以真可以收这一颗280块钱。今天我给你们报的价格都是比较那个啥的哈，这颗是真可以，这么多的头，感谢关注。老粉他们要没有的话，这颗真的就抢起来了。对，我也是有这种感觉，但是不知道，应该不是。你想自己养着玩是吧？那我带你去看吧。几十的，我看看这边还有没有。哦，这些都那个啥呢？小的话就是像这种的了。小的就是像这种的。看这种的。就比较小了。重楼还有哈，重楼还有。你想要大的还是要小的？这个给你120吧，120。对，它这些就是小小的，挺胖的。这个给你80吧，这个给你80，但是小啊，不大啊，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先给你们讲一下啊，这个小不大，真不大。这种80，然后这种是120。这是我们自己那啥的，要不然现在这种外面拿货都180了。然后这边还有一片，这边还有一片。其实这颗也好看呀，我的天哪，这颗好看。这些是直体的，要看重楼的宝子，稍等我一下下。看重楼的，稍等我一下下。那边还有一片虞美人，同样的叶子插出来的，你看这颗就很胖哎，直体的，这一片是直体的。哇塞，这颗也胖。虞美人，这个吗？这个220。这个220，价格都不一样哈，价格都不一样。280的那个是直体，那个是流沙的。我跟你说，280那个是真可以。木子啊，恭喜木子，木子在吗？你收了，然后你放这儿养着，你到下半年收回去，就一圈了。刚刚宝子你刚中了一颗哈，然后是随单发的哈，随单发的，三天内随单发啊。欢迎来到直播间，手空的朋友可以继续点赞吗？可以继续点赞。因为虞美人现在虞美人的价格大家都是知道的，你看嘛，你有喜欢的你可以搜啊，你有喜欢的你可以搜啊。对呀，他昨天前天上来的嘛，前天上来的。没事哈，带你们看一下吧，带你们看一下。桃幺儿那颗280那么香，我跟你讲是真的可以。醉话呀，醉话出掉了，醉话早就出了，没有了。你过来吗？土跟那个不是一起发的，没有啊，他上来玩。土跟那个的话呢，不是一起发的。
然后这些也是虞美人，然后这个是水晶球，这些都出了好几个了。哦，小的还有这种的，喏，这种的还有小的，但这个的话又是另外一个个体的哈，这个就是流沙的，这个是流沙的。这颗吗？这颗给你们个来八十吧，这个八十。燕哥来了是不是？我刚刚看到他了，哦，不是，这个是生啊，不好意思，主播是个文盲，咋每一个都那么好看？对的，只有美人系吗？其他的也有啊，宝子，看你看你想要啥，看你想要啥。看你想要什么。哇，我这个单头好看，这颗单头好看，这些才刚刚长根，这些才刚刚长根。对的，你们喜欢什么的话呢可以跟我说哈。哇塞，这颗是个胖的，这个是个胖的耶，胖体的不多哈。你看这个单头也好看吗？这个单头也好看。你的那颗我已经给你拿过去的。虞美人分几种？虞美人啊，紫体的、黄体的、流沙的三种，三种。然后这边这一片都是一个人的，那边这边的都是卖掉了的，那一片二十几个虞美人也是别人的。这个吗？还是说的是这个？绿体的，绿体的就那几个，可以忽略不计。这个给你们280，这个下面，哇塞，这个下面有两个仔耶。流沙是杂吧？跟啥杂的？跟啥杂的？不知道，反正母本之前应该你们看过啊。整个没有啊，蝶叶的，罗啊，没有啊，蝶叶的。跟沙杂的是不是？有所罗门杂的呀？嗯，那可能是吧。绿鱼没啦，绿鱼没有啦，绿鱼我们一共就那么几颗，一共就那么几颗，一人分两颗就没有了。多肉也出轨是吧？这颗280，用什么土？你用百，我们用的，你要养大就用50%，我们用的是50%的土哈，我们用的是50%的土。是的，虞美人，虞美人。你们还有没有想要虞美人的吗？或者是说想要水晶球啥的都有。哇塞，这颗也好看，天哪。其实我真的，我觉得流沙的跟紫体的这些，我真的很喜欢流沙。我觉得流沙的养出来是真好看。这个吗？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啥哎，棒叶型的美人系。这个三头的吗？这个不是三头哦，宝子，这个好多头哦，你看，那，来这颗给你们680吧，这颗给你们680。给你们双头的价格，这颗给你们680，680。水晶球稍等一下下，你看这颗是胖的，这个都是980出的，这个是虞美人哈，这个是虞美人，这颗680可以收哈，680可以收。这边这些都是一些新品的美人系的，还没有取名字的，还没有取名字的。哦，刚刚要看重楼的朋友还在不在？我先带你们去看一下重楼吧。水晶球小的哦，看水晶球这儿有一个，我看到好像，等一下哈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水晶球，这里有一个水晶球。这个是150哈，150。
水晶球。哦，这颗也是哎，这颗也好看吗？喏，这颗也好看，水晶球。你们想要看状态图都有哈，那边有出了状态的，还有这个，这个就这一颗了，这个就只有一颗了。其实这个品种也好看，但这个品种现在还没有出，这个就只有这么几颗。这个也好看，有很多都是没有名字的。谢谢关注哈，感谢。然后这边的都是寄养的，这一片全是寄养。哇，它这颗虫的，我真的，你看，种进来以后长这么大了，种进来以后长这么大了，看。之前没有这么大的，长了一半了。这颗猫哥的这个品种就是要给它养大，我觉得好霸气呀、啊！哎呦，稀客呀！对，现在这一坨好大了，之前没有这么大的。看嘛，你来蹭饭是不是？来嘛来嘛，来来来。水晶球状态图，走吧，带你们去看一下。